小伙子是一个美籍华人，他呢到我的馆要跟我的选手呢去交流，但是我的学生都没来，所以说他说能不能我徐晓东徐教练我跟你打，我说那可以，完了我们俩就打了一个。这个视频在北京2012年当天晚上突破了300万的点击量，是最火的，现在在百度上也可以搜到这个视频，对，很火。对，中国媒体是给他的标题是富二代踢馆，对不对？富二代踢馆、啊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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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人其实后来也跟我联系上了，他说他不是富二代。对，这个这全是媒体的那么去说，我跟这小伙子没见过不认识，完了之后打完之后我们还很高兴，第二天一起去吃了饭、哦、我们俩彼此呢还沟通，他中文不怎么会说，但是呢人很好，我们第二天还吃了饭。至于他有没有挑衅，他从来没有挑衅我，而且我们打完之后关系还不错，所以不像媒体，你懂的，媒体你懂的，是他们各种各样的说，其实没有，我们的关系也很好。哇哇，是的，哇，这个媒体这方面我们待会儿谈。